老杨到处说美加行，我们到了洛杉矶。那么今天呢，接受我们访问的是刘军先生。刘先生好，杨老师好。简单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你是谁？好的，首先感谢杨老师的采访。那么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 ATF 上市公司的 CEO 刘军，很高兴在杨老师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简单的介绍一下 ATF 的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好的，ATF 呢，主要是帮助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一家专业机构。那么我们的两大业务呢，一呢是帮企业做股权融资，第二是帮企业做整个 IPO 的上市的全流程的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这样的业务。对，目前这个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它的业绩怎么样？影响怎么样？您是指我们的对公公司司，对对对。吧？是这样哈，原来我们 ATF 呢，在前些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中国呢，专门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在美国上市服务。然后呢，因为这几年的疫情的影响，包括中美关系的一些矛盾，那么我们基本上停止了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这块的业务。那么我们公司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型。从去年开始，我们专门为北美地区，包括美国本土的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跟上市服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想呢，不单是因为我们 ATF 上市公司啊，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几乎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上市企业，包括一些未上市企业，都会受这3年疫情的一个业绩的影响。但是呢，随着疫情的一个结束，我相信我们的公司未来的业绩啊，跟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在美国进行了业务转型。我们去年呢已经投了7家公司，今年呢会完成4、5家企业的 IPO 的业务。那就是大疫3年，你没有停着，我们的集团也没有停止业务的调整，这个调整基本上现在是属于落地了，是的，也有阶段性的成果。是的，因为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主要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在美国提供上市服务。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服务了几十家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在美国正式建立了总部。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呢，帮助美国的企业进行一个发展。目前来讲，成绩应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首先祝贺你！我知道你在香港金融界，那么也得过一个最高奖项，叫金紫荆嘛，这对，个奖金紫啊。金奖，对，当是的。初给你这个奖的理由是什么？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我们一共获得了连续2届的奖项。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带领我的 ATF 公司呢，获得了金紫金奖的10家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个荣誉。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又获得了10家上市公司最佳 CEO 这样的一个荣誉。那么您知道，那个金紫金奖呢，是在中港两地金融界目前来讲属于最高的一个奖项。然后这奖项呢，也是由香港特首亲自来颁发的。那么我想呢，颁发给我们这个奖项呢，主要是因为我们 ATF 呢从事的这个业务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以前中国的企业呢，在创业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开资本。对。但您知道，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两手空空的，因为他没有祖辈的传承。所以说，在中国的企业呢，要想创业，在早期需要资本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中国大陆呢，融资呢，唯一的一个途径呢，只能向民间借贷跟银行借贷。那么您知道，向银行借贷的话，必须需要一些固定资产啊，银行才可能借给你。所以说，很多企业它不具备早期的时候不具备固定资产，只能向民间进行借贷。但您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是巨额的利息，有的高达1倍，年化高达1倍的利息。所以说，最后导致了很多企业呢，在创业过程中，因为借贷融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企业不但的死掉，甚至有的很多是家破人亡。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知道互联网企业啊，像早期的新浪啊、搜狐啊，包括阿里巴巴等等这些，他们都是依靠股权融资的。但是当年呢，在中国大陆呢，股权融资这个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成熟，几乎呢都是依靠国际的投资机构、国际的投资者，才支持这些互联网的企业呢，
进行了股权融资，并且成功的在美国上市，才造就了这些互联网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能发展到今天的互联网巨头，包括腾讯啊、阿里巴巴、京东啊这些等等企业，都成为了今天都成了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靠借贷融资，而是依靠股权融资，包括在海外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了资金，才导致他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因此呢，我们 ATF 呢，就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呢，当年我在国内呢，可以说每年要进行几十场甚至上百场的巡回的一个宣讲，就是希望企业呢远离借贷融资，尽量走向股权融资，并且呢要大胆的走向海外融资，这样的一个宣讲。然后呢，我们这些年呢，近十年呢，帮助了很多的中国企业成功的登陆在美国，包括上市融资。我们在2000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帮助中国企业完成了超过1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融资，可以说对当时呢，对中国的企业的一个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因此呢，金紫金奖呢颁发给我们的 ATF 团队这样的一个奖项。那应该说，这在整个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潮中，对民营企业的融资，进入资本市场的，你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是雪里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我觉得两样都应该有吧。一呢是雪中送炭呢，在中国的经济正在大发展的情况下，需要企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我们为它解决了融资跟在海外资本上市。同时呢，这些企业呢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很关键的这个节点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 ，OK， 好，这个你刚才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这个阿提夫这个公司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那我们看来成绩斐然。如果没有疫情的拖延那个延宕，应该说可能这个业务的发展速度更快，更快。对，这个 RTF 是中概股到海外上市的最大一个知名度品牌，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机构，就是特别是中小企业或者说中量级的企业，应该说也算是翘楚。是的，实际上呢，在我们知道，在目前中国大陆啊，帮企业提供海外融资的呢，只有两家机构，应该讲最有影响力的就两家机构，一家呢是华兴资本的包凡，他的业务呢是帮助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提供融资服务，那么我们另外一家就是我们 ATF， 专门帮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提供融资服务。当然我们也知道华兴资本前段时间包凡也因为一些事情出了一些事情，但是呢不可否认，华兴资本包凡呢是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海外上市是做了贡献的。当然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它的问题啊，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我们 ATF 呢还是坚守着我们自己的业务领地，就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呢在美国上市。因为美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它的融资体量呢跟资本市场的繁华度是最高的。所以说目前在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企业一共有200多家，可以说所有的巨头企业呢，包括互联网企业都是在美国来上市的。因此呢 ,ATF 呢在这个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希望未来我们也可以继续为中国企业。这方面好像宣传不够，你看华兴资本的这个家喻户晓， ATF 好像鸭子划水一样。这方面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也比较扎实。是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跟文化啊跟语言的差异有关。因为华兴资本包凡呢，它主要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去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因为香港呢跟大陆它链接的比较紧密，它的无论新闻啊信息啊包括它的语言呢是比较互通的。所以说呢在大陆很多人知道华兴资本的包凡，特别最近它出事这个事件也导致一些知名度吧。对。那么我们 ATF 呢主要帮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讲英语的地方，然后两边的国界呢相差的还是比较远。因此呢我们的可能知名度影响力会造华兴资本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呢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很具体的细节工作。但在美国华尔街呢基本上整个金融圈都知道 ATF 跟我们这个团队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那么其实也是对中概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扮演了一个非常吃重的角色啊。这个且不论有没有那样的品牌知名度，但是我相信上市公司都应该了解。对。ATF 的存在。
对，那么你也是首家提供上市服务的一个纳斯达克的这个公司，对，你本身也是上市公司，是的。OK， 好，这点我要讲一下。实际上呢，我们在因为作为两家上市机构，一个华兴资本，一个是我们 ATF， 实际上我们比它上市的要早，它应该是比我们晚了两三年，我们是在1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它应该是在2002年才在香港它才上市。如果从成绩来讲，我们能够比它上市早，说明我们的业绩财报或者是贡献要比它大一些啊。对 对。只不过后期呢，它可能是在香港比较近，所以说大家对华兴资本了解的多一些，仅此而已。你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是您问这个问题比较好。实际上呢，当年呢，我最开始是做互联网行业的。Okay. 最开始呢是在99年的时候，阿里巴巴刚刚成立的时候。阿里巴巴的时候，对不对？对啊，我应该讲我是阿里巴巴的第一批创业的高管。那个时候99年，阿里巴巴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影响力。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当年我跟马云，我们两个有一番辩论。当时呢，他说企业发展的人才最重要。我跟他讲了，开玩笑说，我说人才应该排在第二，我说资本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我跟马云也开了一句玩笑，我说马总，如果您半个月不给我们这帮高管开工资的话，我们一定要离开这家企业，因为我们要养家糊口。所以说资本实际上是对企业发展是第一生产力，是最重要的。你也知道阿里巴巴呢几乎靠了100多亿的融资才发展到今天，如果他没有融资的话，不可能有阿里巴巴的今天。而且您知道阿里巴巴从创业到接近10年的时间是没有赚过钱的，都是靠大量的在烧钱。这里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马云当年为了融资在香港，他辛辛苦苦呢从杭州坐飞机到深圳，然后到香港，为了见一个投资人。然后投资人呢在酒店里面正在谈事，就跟他说你等一下。结果呢马云在花园里面酒店外面等了差不多2个小时，结果见了面以后呢，那个投资人呢10分钟就把马云打发走了。当时马云也是非常失落，然后回到深圳，我们也看到他的情绪非常沮丧。像呢阿里巴巴马云呢当年在创业的时候融资呢，可以说见了差不多接近上百人的投资人都有所以说呢资金呢融资对企业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从互联网转型到金融行业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实际上我从阿里巴巴出来以后呢，我自己创办了一个 B2B 电子商务集团。那么当时呢已经发展到了2000多人，已经是中国的10大网络营销公司。当时我创办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呢，一个月可以赚几十万。当时我就算了一个账，我说我开10家公司，那我一个月不就可以赚1000万吗？结果呢就是盲目的扩张，然后后来导致呢资金链跟不上，结果呢这家企业呢经历了6年以后就失败了，但是后来呢是被软银赛富给收购了。那么从这个，如果当年呢我知道利用股权融资或者是海外上市的这些信息或者这些条件的话呢，当年我是一定不会倒闭的，我完全可以，那个时候完全可以在美国上市，然后融资可以说应该会互联网企业应该做得比较好。那么所以说从这个互联网的创业经历后来转到这个金融行业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节点。当时 B2B 电子商务集团倒闭了以后呢，被收购了以后呢，我香港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欧通国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当时呢他帮我介绍了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壳公司，那家壳公司我是花了几千万把它收购。收购了以后呢，因为当时没有业务嘛，正好呢那时候赶上中国的那个 P2P 的金融行业的一个发展。那个时候 P2P 行业还是一个政府支持的一个行业，还不是说像现在是一个打击的行业。所以说当时收购了一个壳以后呢，花了几千万，然后又收购了东莞的一家 P2P 的公司，把它注入进去。装进去以后呢，因为他们的团队的原因，也因为政府政策打压的原因，结果导致了这个我这个第一家这个买壳的这个上市公司就垮掉了。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好的事情什么呢，我从收购这个纳斯达克的壳，了解了美国的资本市场的一个业务，最后呢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业务，然后我成立了 ATF 这家公司然后帮助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因为有了这个上市的经历以后呢，我发现在美国上市
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容易跟宽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美国上市呢，它跟在香港跟大陆不一样。在大陆上市的话，你企业必须要盈利5000万，税后盈利5000万，你才有机会上市。但在美国呢，你企业不盈利，甚至没有营收，你也可以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进行融资。那么这个就是说呢，中美两地的一个区别。然后呢，我相当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吧。然后也想看到中国的企业融资啊那么困难，在国内上市也那么艰难，然后呢把这个业务呢就变成了一个商业的业务，帮助中国的企业提供在海外上市的服务。因此呢，我们 ATF 也是中国第一家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是这样的一个立场啊。从走进这个互联网，然后跟马云有一段的共识，是的，然后自己本身也经过了创业的一些起伏，对，逐渐磨出了这一条路径，是的，什么特别的提到了对一个企业发展的股权的融资的重要性，对，但是往这发展应该就是算是一条找到一条比较合理和正常发展的路径了，是的，应该是这样讲，是的。那么你怎么来看待中美资本市场的区别和未来两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是这样的，中国跟美国呢，它的两个资本特性在一个什么呢？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它的上市条例呢，首先一个企业你要税后利润达到5000万，你才有机会上市。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大陆呢，总共上市公司只有3800家，那么有一半呢是央企国企，它有着这样的一个资格，另外的一半呢，1000多家呢，一定就是说要有些权贵的关系跟特殊的背景，你才有机会拿到这样的上市资格。对，所以说呢，在中国大陆上市呢，是比登天都要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就算你的企业达到上市的标准，如果你不要搞定一些特殊的事情的话，你也登陆不了资本市场上市。那么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呢，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你可以不认识任何关系，不任何认识的领导，你都可以直接在美国上市，哪怕你的企业没有盈利，没有营收，你也可以在美国上市。那么它这样的一个特征呢，在于什么呢？美国的投资人跟股民，他们买的是你这家企业的未来，买的不是你今天。那么哪怕你今天不上没有盈利，没有收入，不要紧，只要你的商业模式 OK 的话，他们把钱买你的股票投资给你，那么你有了钱以后，只要商业模式好的话，你未来的上市公司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利润，你的股价就会比较高，投资人就会获得收益。所以说这个是中美两地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差异跟投资市场的一个区别。那么关于中美的未来两地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发展呢，我是这样看啊，在10年前，因为中美的关系比较友好，那么美国呢是非常喜欢买中概股的股票，所以说当时呢，这200多家中概股的企业登陆到美国资本市场以后呢，融资是非常容易，随便1-2亿美金、2-3亿美金都可以融资到。你包括当年的新浪、搜狐、网易啊，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企业都是获得了巨大的投资额。你包括我们讲的阿里巴巴，我的老东家，他创造了全球最大的 IPO， 250亿美金呢，他的融资在美国上市的时候250亿美金，可以说呢，这个当时呢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企业呢是比较看好，毕竟中国的市场经济体量非常大。本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中国企业呢在国内融资难，然后到美国钱最多的地方来上市融资，然后回去发展中国的企业，发展中国的经济。对，但是呢，这个美好的这种关系呢，因为这两年我们的中美两国的一些摩擦也好啊，政治摩擦、贸易摩擦也好呢，暂时陷入到了一个困境。现在呢，在我知道的，就在华尔街的金融圈子里面，基本上都已经停止买中概股这样的一个股票。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中概股的企业呢，他不知道在美国如何宣传自己的公司。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说呢，未来中概股的企业呢，如果在美国想取得更好的融资跟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注重在美国的 IR 跟市场宣传。因为你的企业在中国呢，再有知名度，但是你在美国上市，美国的股民很多人他是不了解你这家企业的。我记得当时阿里巴巴
在美国 IPO 上市的时候，在啊，马云在美国做了一个调研，在啊问了十个美国人，竟然有十个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阿里巴巴。当然，阿里巴巴呢在中国是家喻户晓，但是美国是不知道的。是，所以说呢，当年阿里巴巴马云在美国上市的时候，整整做了半年的宣传，马云要在各个大学呀、各个杂志啊、报纸啊、电视台接受采访，进行了大量宣传。最后呢，让美国人知道哦，原来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电商企业巨头，是然后才形成了它 IPO 一下子融了$250亿这样的一个佳绩。这个案例很典型，是的。然后呢，其实呢中国的企业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了解度不够，是的。那么美国的资本市场，因为这股权投资呢，没有中国的那些复复杂杂的人际关系啊这些东西。非常透明。那这条路径呢，是不是有越来越多人呢希望通过阿提夫这个路径来美国来那个，那你怎么面对中美关系这么的如此跌宕的时候，会影响你的业务的进展？应该讲，严格意义来讲，从法规上来讲呢会有些影响，因为中国证监会呢在2个月前3月30号出台了一个特殊的条例，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融资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备案。我觉得所谓的备案实际上也要经过他们的批准。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什么呢，中国的企业在海外融资来回到国内发展企业，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严格意义来讲应该是鼓励才对，不应该设置很多的一个障碍。你想，如果中国的企业在海外上市融资都需要的批准的话，那么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那个时候都不需要谁批准跟备案的，都是大力的鼓励，因为你是把钱拿回去啊，不是说把钱拿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希望呢未来的中国的那个监管机构啊能够多一些支持，多一些鼓励，让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去上市融资。因为中国大陆的融资环境本身就已经很恶劣了，那么在美国的资本上这么容易融资的情况下，应该更多的鼓励跟支持。我想呢，中国的企业啊，目前来讲，我每个月基本上要接到至少7-8家企业啊，来做找我们的 ATF 帮助在美国上市这样的一个需求。对，虽然说我们 ATF 能够为他提供一些专业化的上市的一些咨询呢、包括他们的服务，但是呢，中概股呢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财经媒体上的宣传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帮他上市，上市了以后，你的股价市值的表现还是依靠媒体啊对他的 IR 宣传，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你的阿提夫，你和你的阿提夫的集团的未来的这个发展规划，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还会继续为中概股服务啊，这个是一定的，我们的一个业务范畴。当然我们可能未来阿提夫的那个 ATF 的重点呢会在美国、北美及欧洲进行一些发展，因为这些企业呢也目前也需要我们提供这样的专业服务。对，因为包括摩根啊、美林高盛啊，他们是比较势力的，他们只服务那些巨头企业，是市值在几百亿美金啊、几十亿美金以上的客户。那么应该讲10亿美金以下的市值的中小企业呢几乎是没有人为他们服务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 ATF 看中的一个市场，这也是我们未来会扎根在美国，为美国本土的中小企业服务的一个业务之一。另外呢，我们已经做了这样的计划，未来呢，我们 ATF 呢也会投资财经媒体，来专门为全球的上市公司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上市公司呢，他们目前呢都需要一个很专业的财经媒体一个团队来帮他们去宣传上市公司的业绩啊，跟他们未来的发展。但是现在呢，缺乏这样的机构，这个呢应该是我们 ATF 不但从股权投资到 IPO 上市服务，未来会向财经媒体去传媒去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想我们观众应该也能够了解到。我也希望有机会跟杨老师您一起合作。那好，我们一起来做点事儿啊。好的。那么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本市场啊，你的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建议？除了你这个财经媒体的服务之外，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规划？
如果说更多的规划呢，实际上这是我不但是我们 ATF 的团队，也包括是我个人的一个人生事业的一个梦想啊。实际上呢，我一直想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证券交易所那么我们知道的，现在美国呢两个知名交易所，一个是纳斯达克，一个是纽交所。但是呢，美国包括欧洲的资本市场可以说这一两百年没有变革过，应该讲这个金融体系呢还是比较迂腐跟陈旧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它的网络银行的发展啊，包括微信啊，支付转账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一点呢已经超越美国至少10年以上。那么美国的资本市场呢，虽然说现在还保持着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但是他们的整个IT 系统啊，包括资本市场的股市啊，包括证券系统都非常的陈旧。我说一点，可能您都不相信，在香港跟在大陆，现在买股票，我们都是通过手机 APP 直接可以买卖股票了，对吧？但是现在美国的很多证券公司不是这样的，是通过电话买卖的，就是要打电话啊，我要买哪只股票，买多少股，这样子进行下单交易的。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呢，它已经没办法跟上这个互联网跟 IT 计算机的一个发展，它的整个的交易体系跟它的监管体系是非常陈旧的，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有机会呢建立自己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去做一些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些革新，这个是我这们个倒发展的是计划。蛮有这个前瞻性的想是的，是法，这个倒是有点意外。美对，国的这个电运话作交易，电话交易，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它的整个法规的成熟还是有它的本身的一个标我识。觉得这是相对吧，应该讲，如果它相对，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其他的国家来也好，它的法制算健全的，但是它的资本市场的一些法律条款呢，还是比较落后比较落后。啊，没有办法继续跟上这个现在未来社会的一个发展，还是需要去变革的。OK，你用了"迂腐"这两个字，会不会太重？我觉得迂腐也不算重吧，我甚至觉得美国的资本市场还是有些官僚的，这个可能会打破大家的认知。我们讲，比如说像纳斯达克吧，纳斯达克，如果你一个大的上市客户的话，你知道他的那个交易所的老总都会知道。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中概股有一家企业来上的时候，他会主动给你包饺子，给你高管团队来吃，因为他知道你中国人不喜欢吃西餐，他会非常的热情的为你服务。但是针对一些中小企业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拖你两三个月，因为纳斯达克它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他们也存在这种面对一些好的企业、大的企业提供很优质的服务，面对一些中小企业呢，就有点看不起你，拖拖拉拉的，甚至不去理你。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真正需要融资的，恰恰是这些中小企业跟创业型的企业，它需要融资。那么一些大的企业呢，它已经很有资本了，它只是上市为了套现而已。那么小企业，它是为了融资。其实你看到了你在阿提夫集团以后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的空间和发展的一是个的，是的。这我想这是用心去观察，对，在美国扎根来发展美国的经营，除了要充分的借助和利用它的资本市场之外，对，也要想办法去破除它不应该存在的那些弊端。是，当然，你觉得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你自己本身这个证券交易所的平台的梦想？像呢，这个梦想呢，我在4、5年前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谋划了。当时呢，我本来计划是准备在澳门，然后呢，我已经做了整个商业计划，向澳门金融局递交了那个在澳门成立证券交易所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一个。后来呢，又被那个香港的李小加，因为我跟李小加也比较熟悉，当时我也跟他讲过我的想法。结果呢，澳门的金融局没有把牌照批给我，最后呢批给了李小加，好像是去年吧的，我才看到新闻，把他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剽窃我的想法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已经在做。因为当时我的构想是什么呢？因为有了互联网以后，大家呢都喜欢在网络用手机 APP 去买卖转账啊，或者买卖股票，但是
美国呢，现在还不是这样，它还不是一个网络交易所。实际上呢，我想做的就是全球第一家互联网证券交易所，这个是目前是没有的。我希望呢，就是以后企业呢，在这个互联网交易所，就像开一个网店一样，比如说像淘宝、亚马逊，在上面注册开一个网店，然后就可以发售自己的股票，然后股民呢，在这个网络交易所呢，就可以注册成会员，就可以直接买卖股票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直接交易，但是这个呢，因为它要改变美国的证券法，因为美国的证券法没有互联网证券交易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都是采取很传统的报价呀，像在纽交所要在一个传统的大厅里面去报价撮合交易，那么应该讲呢，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会向这方面努力。因为这个呢，至少需要美国的两个议员要向国会去提案，要改变证券法，要批准他们做互联网交易这样的一个模型。经过的努力，你觉得这个实现的几率有多高？我觉得它一定会实现的，哪怕我不做网络证券交易跟网络证券交易所这个商业模型一定会出现的。这个阿提提文有这样一个也算是你宏大的一个使命，这个是我的使命梦想。我期待有这样有志者事竟成的。谢谢。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充分的调动利用美国这个社会的一个所有的积极因素。是的，否则的话，它实施难度比较大。对，但愿意这样去想，我这个就很了不起了。实际上，这个也不是特别难啊，因为很多人呢对交易所啊觉得它很高大上。实际上，我们知道纳斯达克在90年代初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不知名的交易所，可以说它没有客户的，没有企业愿意去纳斯达克上市的。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因为当时正好赶上了互联网热潮，互联网企业呢都不赚钱，也没有盈利，去任何一个证券交易所上市都没有人要。那么纳斯达克因为它没有客户，所以说呢，它就让这些互联网企业到它那里去挂牌上市进行融资。结果呢，没想到互联网的企业呢却蓬勃发展起来了，包括当年的雅虎啊、新浪社，包括网易啊这些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呢，获得了成功，带动了纳斯达克这个交易所的发展。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纳斯达克家喻户晓，实际上您知道纳斯达克呢在中国没有做一分钱广告的，但是为什么人人都知道纳斯达克，就是因为这些阿里巴巴、新浪、说五百度都说我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呢，然后呢从而让大家知道了纳斯达克这个交易所的存在。实际上纳斯达克整个因为互联网企业成为了客户发展，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发展到今天应该是全球第二大证券交易所，第一大是纽交所，第二大是纳斯达克。所以我想你这个梦想应该有实现的一个前提。我相信会的。OK， 我们乐见其成啊！谢谢杨老师。有关你这个在慈善方面做的一些努力啊，我们也视而所闻，但你好像也比较低调啊。比如说2019年、2020年的这个武汉这个疫情。包括你好像也出了不少力，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方面的曾经的付出和努力？当时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呢，我恰恰是在香港，因为当时国内的媒体您知道管控哈，就是还没有太多的报道，但是在香港的媒体已经报道了。因为我是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当时我就预感到有可能会形成第二个03年非典这样的疫情。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当时呢，我在香港呢，在国外呢，就买了大量的口罩。应该讲，当时我花了差不多1000万港币吧，有7-800万港币这么多，我就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案。当时也不能说是什么原因吧。结果呢，买完了这些物品以后呢，过了一星期以后，武汉的疫情开始大规模爆发。那个时候大陆媒体呢就已经没办法再不报道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安排连夜呢，就雇了很多大卡车，可能有10几辆卡车吧，7-8辆吧，差不多10辆卡车，就直接从香港通关到那个深圳。当时深圳海关表现的还是比较好，正常来讲，从海外呢，雇佣物资一定要报关，要进行检测。当时的海关的官员呢，知道是救援物资，可以说是一路通行，没有进行检测，没有报关，直接过去。所以说这一点呢，当时深圳海关呢还是做的比较好。然后呢，直接我这些物资呢就直接送到了那个武汉跟深圳两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武汉的一个副市长呢亲自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几乎已经要哭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武汉疫情非常之严重，而且恐慌性，他说您的物资是第一批
到武汉医院的物资。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的医生是没有口罩、没有救护用品的。我无法统计啊，这批救援物资当时对武汉的有帮助有多大？但是呢，确实当时整个武汉，包括周边地区的，可以说几十个医院的那个医护人员用的全都是我的救援物资，包括深圳也是。这方面的未雨绸缪啊，包括这方面的爱心呢，这个公益心呢，是怎么萌生的？我觉得这个未雨绸缪呢，可能我做企业有关啊。实际上很多人讲就是解决问题的人是人才，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呢，要有未雨绸缪，就是你要预见未来有些问题，你提早把它制止住，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人才，而不是等到问题出来了你去解决问题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做企业这么多年呢，因为都有危机感，所以说对很多的事情呢都会有些提前的一些感官的认识。包括这次疫情呢，我看香港的媒体一报道了以后，我记得当时有个香港很知名的医生吧，回来说疫情的这个非典的时候他没有恐惧，他说这次他恐惧了，他跑回到了香港。我就意识到这次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说当时提早做了这个准备。那么关于您说这个爱心的事情呢，实际上不但是武汉疫情，实际上呢在我应该讲我到目前为止我累计在大陆的捐赠应该有五六千万之多。最开始是像那个共青团有个光华基金会，我当时捐了3000万。当时呢他们跟我讲了一个项目的，说要建500个乡村图书馆。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跟留守儿童教育，当时我也捐了这笔钱。当然这里面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讲，但是后来我挺失望的，因为我知道这笔钱最后没有真正的落实下去。他们只是说拍了几个乡村图书馆的学校的照片，说建了几个，实际上我知道这500个图书馆并没有真正的执行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我对慈善的为社会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说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自己成立了我自己的家族基金，然后也跟那个艾森豪威尔啊，包括世界儿童基金会包括马丁路德这些基金会啊，跟他们进行交流，跟那个进行一些合作，也希望了解如何做慈善这样的一个愿景。对，那么我跟我自己的家人呢也进行了商量，我们也是计划呢第一期我们向这个我的加入慈善基金会呢捐赠是1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主要计划呢是第一是在教育上，第二是在儿童上。因为我在大陆呢当时也有些特殊的经历吧，因为我知道儿童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儿童没有教育好的话，会对这个社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呢目前有8000万的留守儿童都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父母呢没有在身边。包括实际上在美国也是一样了，虽然说美国大家感觉可能是非常发达的一个社会，但是美国的很多黑人群体啊，一些包括一些墨西哥在这边的西班牙裔的这些孩子也是缺乏教育跟这些慈善的支持的。所以说呢，我既然因为现在已经在美国了，我也希望为美国的慈善事业做一些贡献，是这样的一个考量。如果论财富积累，你在华人社区不算是巨富，那当然，但是你在这方面呢有这么愿意的投入，你这个驱动力是什么？这一点呢可能跟我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有关系了。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呢，我也醒觉到一点，我觉得人生的财富啊，实际上你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无论你是拥有你自己的大楼也好，酒店也好，资产也好，当你离开这个人世之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你的。我们只是这个社会财富的一个管理者而已。你比如说我也有很多酒店啊。你说这个酒店名字是你的，实际上你不可能把整个酒店去用完，你只真正使用这个酒店的还是这些客人或者等等，包括这些办公楼也好，实际上只是挂着你的名字而已。所以说，当我了解了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以后，我对财富的这种想法吧，就不是说那么强烈了。我觉得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实际上就是你在为社会制造财富跟管理财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制造财富和管理财富。对，你因为它不属于你的。你把自己的位置做得很超然。就是有的人以为好像就是守财奴啊。对。什么之类的东西。你完全已经跳脱出对资本和对金钱的这样一个认知。对。这是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
对自己的人生观跟经历有关吧，特别我觉得让我触动很多，是因为最近我看了很多大陆的那些家族啊，包括很多事件呢、啊，因为家里面争夺财富啊，夫妻反目成仇啊，然后呢，父子，我记得应该是昨天吧，还有个上市公司父子在上市公司在斗嘛的一个那些丑闻呢、啊，包括很多了这样的事件，这个看了实际上让我挺伤感的。我觉得你看，为了财富，最后搞得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那个亲戚之间反目成仇，真的没有必要。包括当当书店的那个老板夫妻闹得都很啊，很惨。包括真功夫，对，那个最后把自己的老公送到监狱里面，包括蓝翔那个也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牢里面，打得不可开交。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真正当你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这些财富都不属于你们的，你们只是说为社会创造价值而已。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些企业家他没有真正的为社会做贡献，他把这些财富当成自己私有的。实际上，如果他醒觉了这个财富不是他的，他只是为了社会做贡献跟管理财富的话，他自己的道德情操跟人格呢，他会上升到一个高度的。OK， 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你和你的家人现在已经是决心扎根美国了。是的，因为家人都已经过来了， okay， 包括孩子都已经在这边出。那么，在中国大陆也算是成功的企业家了。你这个的时候，在那时候，在这个行业，你算是翘楚了。谢谢。虽然你比较收敛，不像人家那么过度的张扬。对，因为因为这方面是成功的，应该在华尔街认知的，是吧？对，因为做金融的人跟做传统企业的人不一样。做金融的人，因为他比较受一些法律法规的监控，也是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嗯，所以说做金融行业的人一般相对来讲都比较低调一点，他跟做企业家可能不一样。为什么要移民美国？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无论是政治文化包括家里面为未来孩子的综合方面的考量吧，这个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呢都会因为教育把孩子送到美国，因为美国的教育呢毕竟在世界目前来讲还出现在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跟孩子呢能够生活在一个法治严明的地方，然后教育呢比较优质的地方，能够把未来孩子的一个价值观能够校正，然后也希望他们生活在一片自由安全法治的一片国土吧，这个是我真实的一个考量。对，主要是为了后代啊。这个比较直观的说法。对，其实你这样算也算第二次创业。应该讲创业呢，应该很多次了，也失败过很多次。当然呢，就是说从因为在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应该也算如果按照财富来论的话呢，也算是比较早成功的。那么我应该讲了，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做通信行业的时候也赚了2000多万，也算比较早的。嗯。那么我33岁呢，按照中国的来讲，也是早就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亿万富翁。那么包括在上市以后，应该讲到美国来，很多朋友都说你已经应该讲你不用再去那么拼也够了。对，当代沟都可以了。对，但是呢，我觉得呢，我还是要做，因为毕竟还年轻，然后我觉得呢，人如果一不工作的话，可能就真的会得忧郁症的。嗯。所以说我说我把我自己定义为在美国的二次创业。二次创业。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因为自己当时出生在中国，熟悉当地的文化跟商业环境，包括所有的体系都比较了解。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相当于是个陌生的环境，所有的商业文化、法律体系，包括人们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也给自己我记得来的第一年的时候，我当时也差一点得忧郁症，因为没有事情做嘛。后来我觉得不行，我这么年轻，我一定要做事情。所以说我想我一定要定位，我是再次创业，然后呢，一定要在美国这片新的国土，一定要再次站立起来。了解。啊，所以说经历这么2年多啊，来吧，应该还算是可以的，还算比较成功的。去年我们的投资收益都已经接近2亿美金。最难的是什么时候？最难的时候呢，应该是决定创业的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来美国4年嘛，第一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家里可以说是休整了一年，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然后第二年我就下定决心要开始创业。创业了第一年的时候呢，发现呢，因为语言的障碍，第二是对美国的很多商业文化的不了解，法律法规的不了解，所以说那一年呢，可以说是
蛮痛苦挣扎的，甚至家人都劝我干脆就把，就不要再做了，那么辛苦，压力那么大。但是我的个性呢，决定我说我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如果我自己不能亲力亲为的话，我就要培养一些年轻人，因为在这边很多华人留学生年轻人，他们还是非常优秀的，他们也需要一个工作的机会。所以说呢，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亲力亲为。那么在这边呢，我尽量让年轻人的去做因为他们语言呢也比较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讲那一年还是很多的挣扎吧，很多的困境吧。但是现在走过来了，我就反正我就无所谓了。对后来者来美国移民的，来美国创业的，你有些什么忠告和建议？这点对您说的很好。实际上呢，我觉得首先呢，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移民呢，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资本过来的，但是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语言的障碍。实际上呢，我觉得我的语言也不是特别好，我的英语也不特别好。当然，我现在也在学习。实际上，我觉得呢，不要因为语言障碍成为自己恐惧的原因。我觉得语言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你敢于去做的话，语言障碍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解决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法律法规跟商业体系来走，千万不要再把认为大陆行得通的那套商业文化在美国做，一定要改变整个价值观来做事情，符合美国的商业体系来做事情。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呢，尽量一定要依靠在美国已经生存跟工作很多年的团队寻找这样的团队可能会比较容易创业成功跟容易融入社会。我觉得这几点是需要把握的。非常感谢刘军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阿提夫的二次创业已经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勾勒出自己以后几个努力的方向。那么在这里也祝福阿提夫集团的事业蒸蒸日上，谢谢杨老师。刘军的美国梦也能够像中国梦那样的圆满。好，谢谢。老杨到处说，老杨可以说。好，谢谢杨老师。Artif 是一家综合性的国际金融服务机构，成立于2015年。2019年在纳斯达克公开上市，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的上市顾问服务。融资难是企业良性发展的致命弱点，而让企业实现资产证券化与国际化是 Artif 的使命。Artif 在世界各地设有业务服务中心，主要业务为企业提供国际化资产证券化服务，有 IPO、RTO、SPAC、上市顾问、股权投资、对冲基金以及企业商业咨询等服务。Artif 汇聚一批国际化的专业上市服务团队，有着丰富的上市顾问实操经验，同时具备众多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合作资源，如审计机构、律师机构、评估机构、投资机构等。根据国际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发展的需要，Artif 为客户制定全球化上市一体化解决方案，已经成功服务数十家企业成功赴美上市。Artif 聚焦企业融资难题，帮助企业从债券融资方式向股权融资方式转型，依托国际化团队、专业化服务，助力更多的优秀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Artif 为您的企业实现成功上市的梦想而存在。Artif 为您的企业实现成功上市的梦想而存在。